给他换过来了，我的最后一秒钟。但是召唤师技能我就没换回来。给了个小盾。全军出击。这阿卡丽没带闪。离群之刺儿啊，离群就离谱。不带闪现还这么装逼，你这一级也不知道有什么好装的。不带闪现就算了，还老一级要跟我拼，小伙子，我这可是有盾的人啊！哎，哎呀，这啥意思啊？哈哈，啊，这啥意思呢？把饼干给他吃了。nice 呀，蜘蛛，可以蜘蛛，回家了，700。差不多，飞天蜘蛛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打得过这个阿卡丽？给阿卡丽漂亮，你不给他这双 buff 我怎么拿回来呀？你说是不是？给的漂亮啊！这个蜘蛛我给他记一功，这个蜘蛛，我们先把这蟹打了，让寡妇没办法打这个河蟹。完了，开始卡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有点卡呀。得重上了，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卡，这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到期了，我一定得给它换成电信的，我受不了。哟，我操！这人不遇上了呀？给我技能给我吓出来了。我好想重上啊，
要不然太卡了。耶、yeah?。不用到期换，直接换就行了，那不亏了吗？不过这能比以前好点了。现在是固定时间卡，前面是固定时间掉线儿。我也不知道这英雄联盟什么原理啊，就是说你只要出去给 VGame 关也不是关了吧，加速给他搞一下子就可以不卡。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原理，就必须得重上游戏才能好使。我这直接溜了。你们这到底几个人？九头蛇没出来，赶紧冲上！真牛逼！看见没？这回就不卡了。你就必须得给他切换一下。你是看不见寡妇是吗？是不是有点瞎咱？完了，不好使了，又开始卡了。这蜘蛛死哪了？死下面了，吃两层塔皮吧。完了，这回没好使。这咋又给个双 buff 呢？这可是没整了。这阿卡丽可挺难杀呀，可不好杀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大呀，哎呦好痛啊。可以上来。可以上，这波他没技能。等我们把他杀了以后，我这波等一会儿回家我再重上一波。他是丢包你知道吧。160，再来，等他补前面兵，来放一，这都一不到啊，把峡谷放了。拜拜，兄弟，这肯定是救不了。有没有闪现吧？
你大意了啊！没有闪，你还敢这么玩？这把直接黑切。我来帮你把这阿卡丽杀了。跑的是挺快，不过没有用，我黑切了。为什么不是三项？这把出三项鱼打不动人。并且刚才三项钱不够，有点拖了。我刚才没有黑切，我这波我都不一定能打得死这阿卡丽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吧？太追呀！啊！拿下！啊！拜拜！哟吼！来个魔抗还。打个红的。Rampage。有点冷了。来了，挺幼啊，小伙子。哎呀，我是真卡呀！这咱就别上了啊，这再上容易上当。哎呀，这寒冰刚才我应该闪现 W 杀他的。奶妈先不管啊，哎呦，寡妇技能放的有点快，赶紧冲上。玩的我是真的烦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外面怎么还出来什么玩意儿崩溃了呢？兄弟们，直播伴侣已经崩溃，请重试。这说明什么意思？说明我们直播马上要掉了。这把打完，我们把这个直播伴侣啊，给它重上一下啊。我们就是会小掉线一下。
稳定60了啊，可以了，不卡了。女警什么装备？哎，他们家为什么会有寒冰？哦，寒冰辅助。完了，那跳弹打错位置了。那女警往塔里边走，还完了呢。还11级，等级挺高啊！这阿卡丽是因为我老掉线吗？260女警，064寒冰，这寒冰射手明显就不行。你不点生命源泉，你玩什么寒冰射手？没想到吧，我有凯旋，没事儿，对面没人过来，我们把女警杀完，正好推一波下路，非常的 beautiful。 你们怎么能没打过呢？我无法理解，这是因为下等马换上等马了吗？这女警拖住我，然后呢队友打不过，反正他也没什么用。阿卡丽什么时候来的？哦，哎，啊，应该给女警。哎，这阿卡丽是真牛逼，去完上去下路，龙也不打，我这龙也不打呀，峡谷先锋也不打，也不知道要干啥你。你打峡谷不好吗？刚才跑到下路来干嘛来了呢？刚才那好几个人啊，峡谷不打，回家了。我看出来这女警是不打算走了，她就已经就是放弃希望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我俩还要上圈了呢，你这夹能给我框住吗？哎呀，500，先回家出死亡之舞再说。小龙啊，兄弟们，把小龙给拿了。洗衣机修好了吗？修好了，在洗衣机里边找着了1块钱，谁撇的？哎呀，我们家洗衣机卡住了。啊，哦，一样吗？轴承生锈了，所以他转不动了，不是死机。行，都一样吧。不一样。那个飞机是在外面，好好的。
一波，一波，赶紧赶紧，我憋不住了，我有泡尿，我上厕所，快点的。me and